28号南下力挺洪秀柱，新党主席郁慕明在喊话正蓝派一家亲。韩粉根本不用担心，杨世光的参选是真的，但是呢，选上选不上，那是选民来做决定啊。新党也好，亲民党也好，白色联盟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大家一起力量集合，理念相同又何不并肩作战。郁慕明表明第一招推派自家总统参选人，除了要拉台立委选情，暗里保护韩国瑜，明里唯一目标就是下架蔡政府，就是要拉台我们新党的媒体曝光率，那么拉台我们的政党的得票数啊。那么参选的过程当中，尤其是在辩论的时候，那可以作为这个两个目标一致的，我们就可以作为侧翼。郁慕明分析，若实力真派黄国昌，独派吕秀莲，韩国瑜当然也不能没有侧翼掩护。政见辩论台上齐发声。韩国瑜最近对蔡英文的施政这么多年来说表现，连忌恐都不忌，对不对？像这些都是跟我们比较一致的。推参选人绝无瓜分选票问题，郁慕明澄清一心只为中华民国，只要韩国瑜需要，新党就不会缺席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